是过年的财运老婆，原来是我们熟悉的她，到底是谁呢？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朱军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从他进入央视工作以来就主持了很多的节目，连续主持了多年的春晚，也曾是央视一哥，但如今他却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离开了央视，但人们仍然对他非常的关注，尤其是他的感情生活。要说起他的妻子是谁，相信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。其实朱军的老婆也是大有来头，据了解，朱军的老婆就是谭梅，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校，比朱军小6岁，是一位舞蹈家。在2006年，36岁的谭梅创建了88空间，如今这个公司发展的也是非常好，因此她不光是人们眼中的才女，如今也成为了一位富豪。而她的儿子的名字也非常的有含义，名叫朱思谭，顾名思义就是朱军思念谭梅的意思，可见他们也是非常的恩爱。